上映网络剧播出还有三天。今天的新闻联播主要内容有：北京风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华策影视新媒体达成友好合作；跨年巨作上映网络剧已定于2016年1月29日上映。北京风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上影网络剧出品人柴鸡蛋女士就如何宣传网络剧、创造积极向上娱乐氛围做出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16年1月17日，北京风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柴鸡蛋女士与华策影视新媒体负责人举行了谈话，双方就上影网络剧的宣传发行达成了共识。华策影视新媒体负责人戴女士表示，上影网络剧是我们公司参与的第一部网络剧，会将其作为标杆和案例去重点经营。同时双方还表示，2016年公司将有更深一步的合作。万众期待的青年励志网络剧上影已定于2016年1月29日全网公映。该剧围绕着亲情和友情两条主线，讲述了三好青年白洛英与富家子弟顾海在奋斗的道路上相互扶持，同甘共苦，携手共创美好未来。该剧三观正，口味清，颜值高，弘扬了新思想，传播了正能量。其中男主角白洛英品学兼优，不屈不挠的性格更是对青少年培养独立自主意识起到了积极的模范作用。北京风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上影网络剧出品人柴鸡蛋女士就近期的上影网络剧宣传计划做出了重要指示。他强调，上影网络剧宣传平台在上影网络剧的宣传中居于统筹全局的重要位置，必须有很强的服务意识，要服从服务于粉丝群体，围绕粉丝需求推送信息，围绕粉丝喜好传递内容，多发糖、勤发糖、善发糖的三大要素，要把广大粉丝放在心上，了解粉丝需求，倾听粉丝呼声，使宣传工作接地气、暖人心，更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广大粉丝不满渝州设定，在全国各地举办废渝州、抗周渝活动，此项抗议活动已持续45天。目前恶意鼓吹周渝的邪教组织已经被查获，相关责任人已经落网，少数在逃人员也落入警方抓捕范围。当事人黄景瑜表示，处理此类案件要监控严、定位准、下手狠，是将周渝党派一网打尽，一个不留。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上影网络剧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影网络剧宣传平台。1月29日上影网络剧首播，我们与您不见不散。